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们除了个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是有一些接地气的产品呢，在我们的健康店呢已经一路呢有很多的客人呢就是买了回去家里呢，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气的治疗了。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今次同大家介绍个疗剂 ,carbonium sulfuratum, carbonium sulfuratum, 咁英文係 carbon bisulfide, 咁中文我哋就係二硫化碳，二硫化碳。好多呢、這个二硫化碳嗰、那个作用呢，通常我哋係喺嗰啲橡胶原工作嗰啲工人嗰度嘅观察到嘅，咁知道橡胶原呢就在个烧橡胶呢出现这种这样的气、啊、就是这种这样的硫化碳的气，那这个对那个人的影响很多时候呢就 在橡胶原那里观察到的。好了，主要的症状呢，那个人呢就是比较上呢是没什么活力的，没什么热能、啊啊、但是对暖湿的天气呢都比较敏感，但不喜欢暖、啊、尤其是那些、即是牙痛那些，你不喜欢吃那些热的食物的。比较敏感的病人呢又怕冻、啊、又怕可以这样又怕热又怕冻、啊、肌肉呢就是萎缩，还有皮肤啊黏膜各方面呢就是可以是就没什么是麻木了， 是麻痹了的。咁你睇到吓，肌肉系萎缩，但系咧皮肤咧系麻痹、麻木吓、啊，好似冇乜知觉咁样。可以用喺啲慢性嗰啲风湿啦，做个神经痛啦，咁同埋咧瘫痪嘅症状吓、啊，可能中风之后嗰啲瘫痪啊都可以。咁但系咧嗰个四肢嗰种感应方面就有问题嘅。啊、通常呢个感应方面呢感觉方面呢比较弱，是减低咗嘅。尤其是手啊嗰、那个手臂啊脚啊呢方面呢，佢种感觉系好似麻木咗，好似少咗嘅。咁可以用一啲周边性嘅神经炎啦震抖啦、肌肉软弱啦行路呢有种唔稳定啦，因为肌肉软弱关系啦。咁同埋咧，
嗰、那個肌肉嗰方面嘅嗰、那個嗰、那個感應嘅刺激啊增加咗嘅。咁、那個病人有時候咧會覺得咧個人咧好似有一種震緊嘅，即係個人好似震下震下，有一種震盪感嘅嚇。咁、啊、成身都係嘅，尤其是個手嚇，即係呢個好特別嘅症狀嚟嘅。亦都有痛方面咧，就係、是、燒啊、撕裂啊、針吉嗰種嚇、啊，挑下挑下啦，同埋嗰種 jerking 嚇、啊，即係嗰種撞擊嗰種挫嗰種咁嘅痛嘅。咁呢種嘅痛咧好得意嘅，通常咧就係、是即係周期性嚟，但係經過一段長嘅時間冇咗，跟住又嚟一嚟。咁通常呢痛咧就好得意，係嚟得快，亦都走得快嚇。呢、啊、種咁樣嘅怪嗰種痛。咁呢個療劑咧，亦都係對付眼嘅問題啦，視力方面嘅唔同嘅毛病啦，啊同埋感應啦。咁通常咧，佢視力咧就會喺黃昏下，喺暮日即係太陽落山嗰陣時候咧，就會好啲，食咗嘢之後會好啲嘅。但係佢都牙痛啦，佢都牙痛咧係會咩？係食咗啲熱嘅食物咧、暖嘅食物咧，就會引起牙痛。咁耳仔方面咧，就有耳鸣咧，同埋嗰个视力啊，就是、差咗嘅。好啦，皮肤方面就有出现啲疱疹啦，吓嗰啲啊疱疹啦，同埋嗰啲脓包疮啊，嗰啲 impetigo 嗰啲脓疮嗰啲皮肤问题啦。咁分泌嗰啲好乸嘅啊嘅分泌物咧，系令到个身体咧系极度痕痒嘅，咁种可以话一种疱疹嘅体质。好啦。消化道咧就好多氣嚇，好、啊、多氣，同埋咧係腹部咧係嗰種冤語啊痛嗰種感覺，亦都有個diarrhea 嚇、啊、嗰個吐瀉啦。咁但係嗰個吐瀉又周期性嘅喎、啊，每四個禮拜、每六個禮拜會出現一次嘅。咁通常嘅消化嘅問題咧都好嚴重啦，周期嘅每六個禮拜嚟一嚟嘅吐瀉，咁同埋咧係小便咧係失控嘅。睡眠嗰方面咧瞓唔到覺啦，啊好不安啦，瞓覺喺張牀上咧係輾轉反側，又暈暈咁樣。仲有咧係男性咧就係不具嚇性無能，咁亦都可以處理一啲慢性嘅鉛中毒嘅問題嚇。咁、啊、特別咧對呢啲病人咧。因為咧係長期即係控酒飲酒過多，令個體質咧係即係衰弱咗嘅。咁所以種對啲體質衰弱嘅人咧，呢、這個療劑係好用嘅。好啦，咁精神狀態咧，通常咧就係有幾樣啦。頭痛嗰時候咧，個人好似嗡嗡頓頓嘅頭痛啦，對嗰個聲音特別敏感啦，個情緒咧波動都好緊要，轉都好犀利嘅。咁有時候特好開心咧，或者咧就係咧係特別嬲怒啊，咁可以咁講咧，佢啲精神狀態咧就好興奮咧，同埋咧係一啲發癲嗰啲發作嗰啲咁樣嘅。咁亦都會對聽覺啊同埋視覺咧係有種幻覺喺度嘅。咁有陣時候咧，佢揾嘢咧就懵懵懂懂，揾嘢揾唔到，喺面前嘅嘢佢都揾唔到嘅。好啦，喺腹部嘅症狀咧，包括咧係腹部嗰種切痛啦，啊嗰種痛咧就係、是、嚇、啊、好似嗰啲氣嚇嗰啲氣脹導致嗰啲痛咧係腫脹嘅痛咧係行走性嘅，咁有啲絞痛嘅啊嗰、那個小腸氣。咁、那個胸部咧有陣時候有種痛咧。是一種飛揚的尖痛下，同埋咧係個燒痛。咁啊，耳仔方面咧就有耳鳴嚇，個頭嗰度啦，佢覺得係頭嗰度有聲音。我有一種叫 Meniere 嚇，Meniere 嘅嗰種病啦，通常咧包括咧係嗰個頭嗰、那個緩暈啦、耳鳴啦，同埋咧係嗰個失聰嘅。咁所以呢種嘅。耳鸣咧，佢觉得嗰种声音喺个头部系喺头部出现嘅，咁就有好多眼嘅症状啦，啊眼嘅神经嘅退化啊之后啦，咁啊出现咧就视力弱啊，咁睇嘢就近视啊，睇嘢蒙咗啊，有种晕嗰种咁嘅感觉啊，咁啊视网膜嗰个后边嗰个咧就有啲退化咁，咁所以都系好多啲视力出现嗰啲视力嘅问题嘅，呢个疗剂可以考虑到嘅。好啦，咁四肢方面咧就会有
神经痛嘅、啊、一种转发性嘅渐进性嘅神经痛啦。嗰种痛咧一种四肢嗰种扯裂啦，记住咧嚟嚟去去啊，即系一阵间嚟，咁一阵间又好快咧，有一只脚嗰度咧就突然之间变咗喺第二只脚嗰度。呼吸方面有困难啦，啊，尤其是咧就嗰啲肺气肿嗰啲吓，咁、啊、通常咧。就是因為飲酒啊，或者咧係嗰啲煤氣咧啊中毒影響咧，令到佢瞓啊唞氣咧就係唞得好辛苦嘅。而嗰啲氣咧噴出嚟嘅氣係興嘅熱嘅，啊跟住咧就牙齒痛啦，啊神經牙齒痛啦，食熱嘢就會更加差嘅。OK， 咁佢放屁方面咧就通常咧就係好臭嘅氣啊，特別臭嘅氣。咁直腸嗰方面啦嘅大便咧就唔係話特別多，但係咧就有一種裏急內重嗰種嚇嗰種嘅症狀嘅。好啦，咁皮膚方面曾經所講過啦，就有紅啦、發炎啦、腫嘅皮膚咧，上面有啲泡泡嘅呢種咁樣嘅情況。胃方面啦，胃酸嘅濁氣啦，同埋咧放好多啲酸嘅屁啦。嗰種痛咧就有種飛揚嘅尖鋭嘅痛啊，作滿啊，同埋一種暈暈嘅感覺，同埋咧嘔吐出嚟嗰啲水咧，一種係苦味嘅水嚟嘅。咁、那個人咧嗰、那個體温嚇嗰方面咧，出現咧就係頭痛嗰時候咧就係特別感覺痛嘅。OK， 咁呢個療真係好得意嘅，其實咧好深出好深遠嘅。咁就唔係好多時候咧，就好多時候就即係唔係被常用嘅，因為唔係咁容易掌握嘅。啊，咁呢得睇整個嘅症狀咧，有時遇到呢啲情況之後咧，我哋可以考慮呢個療劑嘅。啊，嗰、那個二硫化碳啊 ，carbonium sulfuratum。OK。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覺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